由县政府文化局推动的本土语言阅读计划，日前在埔里镇立图书馆举办客语歌谣及童谣交唱活动，希望透过课程的办理，除了让大家更了解客家文化之外，也能够借此推广客语，让县内丰富的各族群文化都能够得到更好的传承与推广。为了推动本土语言的发展，县府文化局推动本土语阅读计划来到埔里镇立图书馆，希望借由办理客家歌谣以及童谣的教学课程，达到落实客家语言的推广。因为他要好好学习的，学到了，我看不太认真这样学，没有住在一起。如果是住在一起，常叫他讲话，他就比较快学了会。在今年的南投县本土语的阅读计划呢，在埔里场的是客家歌谣跟童谣的课程。那这次呢，让我们埔里的镇民有家长带着小孩一起来图书馆这边参与客家语的学习，那相当的有趣。那我们也觉得说这样子的一个课程值得我们再继续有机会能够继续办理下去。客语新传老师庄玉慧表示，对于从来没接触过客语人来说，用唱歌的方式来学习比较容易去接受，因此今年特别透过文化局开办客语歌谣交唱，能够让客家语言以及文化广为传承。因为今天来参加的朋友大部分都不是客家人，大概只有三分之一是客家人，所以呢，就有这个简单的比较容易懂的歌词，会慢慢代念，先有代念，然后再进入唱歌的方式。那我觉得接触客家语用歌谣来从歌谣这部分来切入是最棒的，因为每个人都喜欢唱歌，那希望借由他们学会唱歌之后来认识客家文化，那喜欢我们客家文化，并且把客家文化传承下去。县府文化局推动本土语言阅读计划，就是希望针对不同族群文化的传承，能够以生活化学习的课程来推广，让县内丰富的各族群文化能够得到更好的传承与推广。记者曾光佑埔里镇采访报道。